盛装打扮，开心合照。淡江大学企管 EMBA 第二十届传承与共融同学会暨淡江大学产学创新研发成果媒合会，十六日晚间盛大展开。此次主题为产学创新，校长葛焕昭上台勉励大家。到了淡江大学企管系 EMBA 就读期间，除了学习很多专业课程之外，一定也会广结善缘，交很多朋友，厚植人脉。所以我相信从企管系 EMBA 毕业之后，那绝对会在你的工作或者事业领域会有更多的成就。盛会现场超过300位校友和企业主到场参与，1111人力银行发言人黄若威也热情支持，同时介绍全新上线的大学网和产学合作平台。后面有这个职能地图，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职能工具，薪资健检啊，还有一些学系地图，另外也有一些学长姐的分析，还有经验分享。所以产学平台对现在同学们还有学校端，相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1111人力银行成立产学合作平台，希望为学校与企业搭起良好沟通桥梁，找到好人才，也找到好企业。2021幸福企业票选即将开跑，许多企业主上前了解询问，而淡江大学企管系办学认真，招生人数更是全校最多，今年创下98.52%的报到率，多年蝉联企业主最爱私校第一名。我们学校的学生最被人家认同的特质，其中有三项我特别讲：第一项是创新，第二项是可塑性，第三项是团队合作。淡江企管的学生吸引许多企业主争相雇用，研发长王伯昌也勉励 EMBA 学长姐为学弟妹带来更多机会，培养出更多优秀校友。此次聚会在校长带领齐声祝贺下完美结束，相约明年再聚，为企管大家庭带来更多好消息。1111媒体中心采访报道。